歌，你如果这个版本你们都唱很好的话，就有很高分。可是如果你万一 key 是对，这个 key 你有没有办法控制？你要再 recheck。和声部分有一点怪怪的，我们很担心。还有，如果。高音唱不好的话，就很难难过，所以今天睡得饱，那个吃得饱，一定要这样子。彩排时表现仍旧不尽完美，让三人担心不已。邻家王子面临极大的考验，他们能度过难关吗？相爱一分一秒都没到，泪水掉下来不理会，别人是看好我看坏，只要你勇敢跟我来。邻家王子，头晕吗？一点点，会晕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有贫血的现象，要吃一下人参高丽参呢，好不好？哇，你还好吗，荣俊？已经快疯了，看这三位已经快晕倒了哈。阿姚老师，麻烦你讲评一下。我们先从这个韩国的朋友哈，今天尤其是你们一唱进来的时候啊，那个气势是凌人，就是很会吓人那一种。那特别啊，我们刚刚也在讨论说，哎，有一些分布的唱的这些东西，你们都带得很干净，而且都有到位哈，没有含糊，所以我会给你们很高的分数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施旭进呢，我觉得整首歌的流畅度也很够，其实很可惜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开始听你唱的时候，你就把我直接就带进你歌，但是刚刚显然就是你有一句词真的是很明显哈，一个人崩溃，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。道不尽归很可惜，我觉得你办理整体的表现是很流畅的，爆发力也很够。好，请评审按灯，施旭进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3、18、19、20。好，不错的分数，一直都给了4分。接下来是邻家王子，死了都要爱，请评审按灯。邻家王子演唱得到的分数是22分。有三位老师给了满分呢，包括了这个卓安老师、尤鸿明老师跟阿瑶老师啊。志炫老师，你给了5分。我觉得你们真的有用心，就是
这是一首很难唱的歌，可是你们彼此之间那个和声跟位置那个安排都适度的 cover 掉一些我觉得可能会出错的部分，我觉得这组合在这上面来讲很好。哇，谢谢老师，今天为目前为止的最高分28分呢。元庆怎么样，你眼睛湿湿的？感动了，很感动啊。对，他们三个人呢，只有一张双人床，两个大男人每天要抱在一起，地上还睡一个，谁睡地上啊？是我。为什么？他是队长吗？所以队长睡地板最舒服。地板最舒服，还是因为他们两个有抱来抱去的习惯？有没有？宪奇一起抱着。我不要。所以你晚上常常听到不要，是不是？不要不要，辛苦呢。那就在小房间里这样子练哦。对对，那练这首歌不会很吵到别人吗？有没有人抗议？对啊，所以已经隔壁搬走了。搬走了。对对对，没有床垫呢，很可怜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嘛。那你睡地上那个长度够吗？脚可以伸直吗？不能这样睡，这样睡。不要弯着睡啊。对。辛苦了，桃子姐送你一个床垫好不好？真假的？当然了，我们家那个床垫啊，已经被小孩尿得差不多了。开玩笑啦，好不好？我们之后待会来想办法，因为这三个男生真的太辛苦啦。那当然，其实我想这个你面对他们啦，你也有你的这个功课要改善，但是分数也不低了。来来，美女跟他们三位来握手一下，两队表现都不错哦，也恭喜林家王子拿28分的高分。林家王子以完美的默契拿下28分，努力终有代价，让三人激动不已。28分。哇，不可思议，真的不可以的。我从来没有唱过，我这样是我有史以来唱歌唱到现在最烂的一次。